省政府主席谢振宇今天上午7:30在省政府会议室接见了中南部19家军工民营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和台长。谢主席并说明当前省政建设的目标，希望广播界发挥有效的广播功能，协助政府推行政令。谢主席并对广播界自动组织人脉工作队推行小康计划表示感谢。今天受旗的有南部8家广播电台和中部10家广播电台，他们从今天起展开服务工作。